现场300多人的应援声下安喜迎风光进场，回到家乡全罗南道罗州。他上个月在巴黎奥运为羽坛争光夺冠，是南韩28年来奥运羽球首面金牌。안세영을이길수있는저다음배드민턴을보여줄수있도록더노력할테니까더많은관심과응원을부탁드리겠습니다。罗州市决心培养第二个安喜盈小学羽球部学生来现场看明星。日前安喜盈与羽球协会爆发矛盾，罗州市更是发文公开力挺。而巴黎奥运赛场上爆红的选手还有这一位。完全看不出选手身份，时空时空气枪夺下银牌的金义智首度为时尚杂志拍摄，超帅气冷面枪手又要迷倒不少人。而美国 NBC 先前也将金义智列入巴黎奥运十大明星之一，近期他频频上节目跨足演艺圈，透露是为了让空气枪更广为人知。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